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interesting places in Kaohsiung that you won't want to miss? 打狗英语通，带您用英文畅游高雄，成为高雄在地通。Daco English Classroom is on air. Welcome to KBS English. Hello, I'm Yiwei. I'm Verada. Next week, I'm going abroad and I'll depart from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下礼拜我将从高雄国际机场出发去国外。I have been there several times. There are a lot of airlines to choose from when booking a flight. 我有从那边出境过几次，在订机票的时候有许多航空公司可以选择。Besides, there are two terminals. One is for domestic flights, and the other is for international flights. 此外，高雄国际机场有两座航厦，一个是国内线航厦，另一个则是国际线航厦。Have a nice trip. 祝您旅途愉快。下礼拜我要出国一个月。是哦，你要从哪里出境啊？我要从高雄国际机场出发，机场的英文是 airport, A-I-R-P-O-R-T.A-I-R-P-O-R-T Airport 名词机场 Airport 这个单字中 Air 也是名词有空气公众的意思 Port 港口的意思例如 Fishing Port 渔港 Container Port 货柜港说到出国你上次出国玩的时候是从哪里出境啊我之前出国的时候也是从高雄国际航空站出境的订机票的时候有许多航空公司可以选择非常方便呢航空公司的英文是 airline A-I-R-L-I-N-E A-I-R-L-I-N-E airline 名词其中的 line 是名词除了可以作为常见的线条路线的解释外还可以当作运输公司的意思例如 shipping line 就是海运公司提到高雄机场其实是在日治时代建设而成的政府早期将它作为空军训练基地后来为了拓展南部地区的空运事业由民航局接管后成立高雄航空站再加以扩建开办国内民航客机货运运输业务直到民国58年开办国际货运业务高雄机场才正式升格为高雄国际航空站并于民国61年开办国际客运业务对啊高雄国际机场有很久的历史经过规划和扩建现在高雄机场有两座航厦哦一个是国内线航厦另一个则是国际线航厦航厦的英文是 terminal T-E-R-M-I-N-A-L T-E-R-M-I-N-A-L terminal 名词航厦终点的意思 terminal 也可作为形容词使用意思是指疾病晚期的、末期的。例如 ，In this movie, the main character was diagnosed having a terminal cancer. 在这部电影里面，主角被诊断出得了癌症末期。而且不论是国内外，高雄国际机场每周的班次很多，对南台湾的居民来说很方便。虽然距离你出发还有一段时间，但还是先祝你旅途愉快，回来可不要忘记带一些当地名产哦。打狗英语通节目内容可以在高雄广播电台网站重温收听。打狗英语通，我们下次见。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应用英语所合作直播。谢谢收听。And don't miss out on our next lesson right here at 打狗 English Classroom. We'll see you then.